要往哪里走，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现在怎么有点糊涂。夜深的霓虹推翻了沉默，一群人喧哗着彻夜狂欢，终究还是先生，请问您现在是要回巴黎了吗？不是，我还要再待一阵子。那可以跟您询问一下您提早退房的理由吗？还是你有什么需要，只要可以，我们一定尽全力为您服务。我只是想回家住。啊，这样啊，好的，马上为您办理，请稍等一下。So this is where it all began. My father got sick. He is too old. I'm afraid he might not wake up.最后一点酱油被你吃到了，老姜要是知道一定会很高兴。我不是不爱做酱油，我也不是讨厌做酱油，我只是更爱做衣服，让人穿得漂亮，带给人温暖。希望吧，可以理解。既然你都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做酱油，为什么不给他个机会？让他也理解你一下。可是该怎么做呢？二十年前我就不知道，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做托妈妈，只有做你自己，他才知道怎么爱你。OK， 保单拿出去，全部。等一下记得拿这两个。小心小心，几十年的哦，放在这边还有那边的东西，等下拿过去哦。哦，谢谢。No, we need that in 3 days. I don't care how you make it. 今天你没戏。Try your best, okay?这个料不错，但这个颜色我希望这一次还是让人看完之后心里会暖一点，所以色调还是要偏暖。可以啊，我觉得从这边找好了，布料拿去洗一下，记得晾干啊。大神。
哎，模特来了。嗯，挺不错的啊。Why not? Why not? 我们再看这边，墙上的荷花再稍微复杂一点，然后这个底线呢，把酱油膏还有。甜甜圈还是双胞胎呀？都要。你以为老子很有钱呐？只能买一样。那双胞胎。那双胞胎。好，等一下啊。嗯。不像新的，不过功能一切正常。谢谢，谢谢你。所以，都弄好了。差不多了，可是还差一件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上门做饭我可不行啊。不是，那个装酱油的那个坛子，你可以给我吗？那个本来就是你的。小时候，我总觉得他好重，好重。谢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不理解我，可是我坚信，只要我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我的秀马上就要开始了，就在酱油厂。 而且我也是在这里知道有一个职业叫做服装设计师。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很难说出来。也解释不清。不过当时确实有一个不知名的人是给我打了电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我叫江大山。不过，不管这个人是谁，也不管是谁让他来找到我，我都非常感激。无论如何，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次的作品《江大山，黄色的太阳》。
抓周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他直接爬向他妈妈手里，抓的针线。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孩子不是我所期待的。 和他别扭了这么多年，我也想告诉我自己，算了，就全当没有这个儿子了。可我这心。 上一代的期盼，往往加注在下一代身上。这种期望，最终是希望孩子能够走上无忧的道路。或许方法过于严苛，但这都是因为有一份真正的爱。 看看，哎，闻闻，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盖上吧，来，将生姜油经过蒸煮过滤，就可以装瓶包装了。老板。 我爸说，下个秋季他又可以给你送酱油了。不论过程中有多大的争执与不和，时间过去后，我们将学会如何以温柔的眼光看着一切。家人之间那情感的挂念，或许就是最大的传承。 而传承中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的了解与真正的融合。
下一首曲目邀请金志贤先生和我共同完成，以纪念我们的恩师。三杯雪梨润肺，谢老板。哎，你别说话了，先喝了吧，别一会儿呛着。哎呀，你说你怎么会咳成这样啊？他这几天失眠的老毛病又犯了，估计是休息不好才染上风寒的。那你就不要再吃花生了，那个东西上火。哎，不会传染吧？这两天不要来上班了，把病养好再回来。没事，大哥，我闲不下来，你不了解我。那就多跑跑外务。我说大哥，没事，我过两天。哎呦，你不要咳了，你咳得我喉咙都痒了。听大哥的话了，年轻人别逞强。老板，我带好东西来了。哟，这么多人，这下你们有口福了。哎，什么好东西啊？哟，毛蟹。哎。你打算怎么吃？清蒸，要不辣炒，还是咖喱蟹？啊，跟我一起抓螃蟹的人说呀，这种螃蟹做蟹粉小龙是最好的。红蟹粉小龙，老板，蟹粉小龙虽然难做一点，可是真的很好吃。老板，试一试。好吃是好吃，就是取这个蟹粉麻烦。你们要有时间呢，就一起取蟹粉。好呀好呀。别了，我去洗一下。我馋。大哥，那我先回去了。哎，阿贤，吃完小龙再走。让他回去吧，螃蟹寒对身体没好处。哦，没错。看来阿贤今天是没有口福啊。大哥，吃点豆沙包，来吃个豆沙包。阿贤哥，吃个豆沙包。哎，挺好吃的。哎，什么牌子啊？思念。哇，思念，哪里买得到？各大超市都在卖。真的假的？阿贤哥，关于银行欠款这件事，再多宽限几天。你看我们这店生意也不好。你这么多，作为你银行贷款的保证人，我也很为难啊。啊？对啊。哎，提的话你三个月前说过了，如果你再不还的话，再不还钱，贤哥就麻烦了。你小子就是不听话，如果你再不还的话，我马上把你带。哎，不要吓唬人，我们都是文明人。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还钱啊？
贤哥，我老婆跟人家跑了以后，我一个人照顾女儿，所有钱都投在这家店里。再给我一个礼拜，我一定还。哎，去一个礼拜。哎呦，小王啊，像你这样的故事啊，我们听过一百多种了，有没有点别的呀？啊啊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再不还钱，贤哥就真的麻烦了。这个音果然是错的，啊？这是你的琴吗？是我女儿的，她妈妈留给她的。你的账结了，啊啊啊！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啊？他的账用这台钢琴抵了。这是我女儿最重要的东西啊！你们两个把琴搬走。怎么跟原来排的不一样啊？少啰嗦，搬琴！哎呦，哎呦，快快！不能放手，小心一点，不能放手，破坏一点，你们俩死定了，这边。哎，好来了。哎，这转过来，小心你这，小心小心，慢点。啊，停停停停停。大哥，这台钢琴是怎么回事？赠品，赠品。你是打算把它抬上去公司？行吗？大哥，不觉得公司摆台钢琴，整个文化氛围都提升了吗？你说呢？嗨，老板。有什么事儿？帮个忙呗。老板，哦，谢谢啊，我先走了。老黄包，请慢走。老板，你做的和他们说的真的一模一样。哦，你是朋友推荐来的。嗯。网友算朋友吗？啊，现在这个很发达。嗯，老板，能拍照吗？哦，当然可以。嗯，哎，老板，你也弹钢琴啊？啊，不是，客人临时存在这儿。怎么还在咳？好多了。我听说，你用你自己的钱去还小王银行的债。小兔崽子，谁嘴这么欠？不是，大哥，这不是第一次。想回去弹琴了。我。没有，不是，那是我外婆的钢琴。
老板，这琴是你的吗？哦，不是，我刚才说了，是客人存放在这儿。可是这是我老师的钢琴啊。您老师？你看，这个音 ，F 这个音永远都调不准。还有这儿，小时候我们练琴的时候，偷偷在这里刻下一个印记。老板，你的那个客人叫什么名字？老板好。钢琴放这没碍你事吧？金志贤。还琴。金志贤，金志贤，金志贤，你跑什么？金志贤，金志贤，喂！金志贤，喂！停下来！我去！啊！你怎么跑这么快？我以前田径队的。你不要再追了。那你就不要再跑了。我不跑了，你松开。你有病啊！你老追我干嘛？你老跑什么？你不追我能跑吗？我不是找你有事儿吗？你有什么事儿？你说。你的钱在我这儿。我的钱怎么会在你那儿？你外婆给你的钱。那个时候，外婆请我妈帮你保管好这笔教育基金。这是供你上大学的钱，可是后来我再回去找你，你就走了。阿贤，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我一直想把这笔钱给你。那你现在给我这笔钱干嘛？我又没在上大学。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还弹钢琴吗？不弹了。早就不弹了。我也不想再弹琴了。弹琴有什么意义啊？又养活不了自己。不是的，阿贤，如果你一直坚持练下去，凭你的天分，你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说不定你会成为钢琴家，那你就可以靠弹钢琴赚钱呀。说你这个女人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弹琴了，不弹琴了，你听不懂吗？你是我什么人啊？你凭什么教育我？管得着我们？阿贤，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看看你现在，你都跟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啊？你知道外婆对你的期望，你这样对得起她吗？你明明知道她想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你别再跟我提外婆了，她死了。那钱我不要了，你是拿去捐给孤儿院也好，还是自己拿去买衣服也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就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得惯就看，看不惯就滚。金志贤，滚！滚！阿贤，龙哥，
师好。你好，叫什么名字啊？胡安琪。喜欢弹钢琴吗？喜欢。嗯，条件不错。最近还是失眠。每次我闭上眼睛，都能听到这个声音。阿贤。老板，你知道吗？我是被外婆养大的。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我不记得他们的样子，我只知道他们把我一个人扔给了外婆，然后就跑了。不过没关系啊，外婆她很爱我，她对我非常好，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是手把手的教会我。外婆出生在有钱人家，钢琴弹得非常好，后来因为战乱的关系一路逃难，最终来到了这里。外婆对我的要求很严格，记忆里放学后的我总是一边练琴一边等着外婆做着小笼包。烫着了，烫着了，慢点儿，好不好吃啊？外婆，我最喜欢吃你做的小笼包了。慢点吃啊，你知道吧，这个小笼包也是外婆小时候最爱吃的点心，包起来是麻烦点儿，可是一边包一边可以再想念家乡。哎，想念那就回去啊。最想见的人已经不在那里了，最想尝的味道也都不一样了。与其折腾着回去一次，还不如在这里静静的想念，有想念就好。哎，外婆当时为了养家，另外还收了几个学生教钢琴，安琪就是她的学生之一。可是教弹钢琴能赚几个钱？就算这样，他也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他品味非常好，十样东西摆在他面前，他总是第一时间就可以挑出最好的那一个。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还是。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夜食堂。这一集是老酱油，但是我就不跟大家专门分享老酱油的菜谱了，比如说酱油拌饭，还有酱油炒面。我们来谈一谈老酱油的工艺。那么所谓老酱油，手工酱油跟传统市面上的大批量生产的酱油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菌群培养。那么手工酱油靠的是天然的菌群，而不是人工添加的菌群。那么这个菌群的培养需要在晴天，而且要连续的晴天，所以通常是在夏季。
6到8月这个时间段是最合适的。那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做这个老酱油的工艺。首先将黑豆，把生的黑豆煮熟，然后晾到半干，然后放到竹匾上面静置一天。第二个步骤，把黑豆拌匀通风，然后放到一个通风的位置开始培养菌群。那么培养菌群的时间大概需要4天，温度要控制在35度到38度。那你上面如果盖了个盖布，温度过高的话，就把这个盖布要掀开一下，温度一定要很准确。第三，在培养菌群长菌之后，把这个黑豆再晒一天，让它再恢复一些干燥，去掉多余的水分，然后放到一个大的缸里面，加入天然的矿泉水、山泉水，再静置一天，等到黑豆全部都沉到了缸底，然后开始放盐，盐的比例和豆子的比例是1:2，也就是说1份盐2份豆子。第四步，开始陈酿，陈酿之后进入过滤阶段，将酱油进行过滤，过滤之后煮沸，再冷却，再加入麦芽糖和砂糖进行调味，调味之后再煮沸5个小时就可以装瓶了，就好了，一瓶手工老酱油就完成了。那最后祝大家心情好，胃口好。熙来攘往的街头，生命中在何时交错，喜怒哀乐的面容，眼神中有灵魂的沟通，来去匆匆，现实拉扯梦想和自己，这上演听心的声音，指引放胆看那些离散过往，一个一个拼凑自己灵魂重量，放胆在未来旅途前方，一个一个堆砌自己爱的形状，放胆用力的振翅飞，一步一步追逐希望，一个天堂，放胆人生不与胜利场，再见生命交错广场。